这个球出棒，结果打成了一个在右外野方向的飞球，右外野手在边线附近接杀出局，距离对于三垒上的跑者来讲应该是够了，球回传过来来不及，二垒上的跑者也因此上到了三垒，郭彦文呢一个高飞牺牲打，在三局的上半拉米狗也打破了鸭蛋，距离够了啊，不过这一分不是潘威仁的自责分了、因为发生失误是。